主席、正副院长、各位委员，中选会张伯牙主委表示，中选会已经完成重同合立委二合一选举的民调，显示过半数民众赞成合并选举。虽然重同立委二合一选举可节省选务的经费，但是选举攸关台湾民主和国家发展，因此合并选举除了要倾听民众的心声之外，更要进行专业的评估和考量选务工作的问题。朝野应该尊重中选会的态度，相信中选会适当的决定，不要不断的找理由来阻止合并选举的推动。本席在此呼吁，给各界理性讨论合并选举的空间，也给中选会一个无政治压力的环境，做出专业的决定。